7吧。哎，吃什么 7 啊？跟你讲，最近开一家便当店，它油鸡饭超好吃的哦。油鸡。吓死人哦！你看过四点的台灯吗？鸡还没鸣，露水还没淋，脑袋空空还没醒，手机闹钟叫不停。哈，你问我为什么不睡大早起，说起来有气，因为我种有机。偷偷说我讨厌有机，因为工作都要很早起，菜虫都在田里等着你，他们都把菜当肯德基。没办法，我妈是个有机派，健康自然超有爱，害我长得超级帅，走在路上都被要赖。哈，你问为什么，因为我天天吃有机菜，有机。火车有马力80匹，摇摇晃晃开进深山里，看我长着手臂，拔起蔬菜才有力，因为我都吃有机。 skrrr， 我真的很爱有机呢。老妈说肥料撒太多很浪费，改用有机制才不会比较贵，健康不止一两倍，保护环境还超级配。我原本很白没这么黑，都是种有机很累，上课还不能睡，但种有机就有机会，为了好山好水，台湾的废这些类值得敬佩。有机农，农业界的日本压缩机。